由张嘉译主演的刑侦剧《使命》讲述了林茵被任命为清水市公安局长后铲除黑恶势力的故事。清水市是某省的一座小城，近来的治安混乱，猖獗的黑恶势力打破了这里原有的宁静，给百姓的安定生活带来威胁。年轻的林茵临危受命，被任命为清水市新的公安局长。林茵暗下决心，定要铲除黑恶势力，扫除百姓心中的阴霾。在不久的一次治安案件中，林茵亲眼目睹了副局长牛明等人放跑歹徒的情景，林茵立刻感到了问题的复杂。地委领导何大来和市人大常委、光华公司董事长郑光军一起宴请林茵，酒楼女经理陶素素引起了林茵的注意。秦志健突然提出辞职，林茵大感诧异，极力挽留。秦志健将自己对郑光军一伙人的调查情况全盘托出，这使林茵终于找到了清水黑势力的源头。他还隐隐感到背后还有一只更强大的黑手。在正义与邪恶、荣誉与金钱面前，林茵和广大的公安干警将进行艰难的抉择，真相即将揭晓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杜家，人人可用的 AI 创作工具。